他有动手，两手来掐我的脖子，然后有骂我一些话，就是有感觉有带一些歧视，叫我回去美国。那也我不了解这个文化，不了解棒球，那叫我滚开。那他后来有跟你表达歉意吗？有跟你道歉吗？他没有自己表达，可是在公司派他有出来表达一些抱歉。你有打谢先生吗？能问一下冲突是怎么发生的吗？我觉得你是，我们是记者在采访，想问你有没有叫谢先生滚回美国？